酷，我是法官啊。今天天气蛮不太好，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去，所以我想带你们出去玩，但是我们不会去很多人的地方，走吧。好看吗？哦，这蛮意思，各位。When it falls on you, your blood runs cold. But don't you sweat your pretty skin, 'cause it melts away for it sinks in. 我好像这里是上次来是8年前哦，好久。我们上次来这边也是8年前吧？好像是。对啊。户外要保持1.5公尺的距离。好，你走开。喂，下雨吗？没有下雨了。我觉得现在的不要去很多人的地方，开心的一天跟家人一起是重要。起码骑马没？要几个吗？你们听得到吗？是这样。刚好我们在外面，我想介绍给大家一个是小朋友的东西啊 ，chips 奇巴水果泥。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个？是因为又有方便，然后是有机，所以是安全的食物，然后是健康。所以我自己在开车，也不想给我女儿吃饼干还是吃水果，因为我觉得水果我会把它噎掉，所以如果不在旁边，我不再给她吃水果。但是这个我就很安心的给她，然后她就安静，然后她也很喜欢。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因为有时候我会看我女儿有没有吃完，如果她不吃完，我不会强迫她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吃，我很坏是不是？我在法国认识那个牌子 ，Hip， 在法国我们会说 Hip， 然后我很开心，因为台湾也买得到。它当就是这个 hippie 细胞，这个里面是很多口味的水果，有苹果、香蕉，然后我女儿大概从4个月就开始吃。这个超好吃的，记得有一次 Emma 大概6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我都会买这个，然后我给她一个比较深的颜色，旁边的阿妈说，哦，你看那个老外就是那么小的小朋友还给巧克力，然后我有一天想就是跟他讲，哎，拜托，这个很很健康了，比巧克力，这个都是有机的东西了，哪里有不健康？我不吃不好妈妈，我都会给他很好的东西了。但是后来我就算了，没关系了，反正呢，但是我不给他巧克力，这个就很健康了。现在有比较多人，所以我们就乖乖的戴口罩，是不对？嗯、对。嗯，刚刚没有很多人，所以没有戴。不是我们不带，今天有带。中午了，艾玛也有带。对啊，艾玛也乖乖的。艾玛你很棒哦。有时候小朋友戴口罩真的，他们不要戴很头痛啊。我们现在几点？11:30，快12点了。所以现在是要干嘛？吃饭时间。你要吃什么呢？路上看看。路上看看。我们不会做功课，所以就随便，不是随便就是看看。在干嘛？
们要吃饭？嘟噜，嘟噜，准备嘟噜。你们要吃什么？嘟噜。面面还是糖？香菇。没有冰淇淋，这里没有冰淇淋。没有冰淇淋。妈妈，这里是谁？这里是谁？不是妈妈。是谁？少少姐姐。对啊，少少姐姐。我们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我们吃饱了，吃面啦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？一起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哦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可以按赞、留言。阿皮卡，阿皮卡。